编译，王德华，法国人民正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并为世界上许多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感到厌恶的人大声疾呼，没有人比西方国家的人更惨了，他们不得不忍受数十年的经济紧缩，而一小部分精英却变得越来越富有。除了资本主义赋予财富的非理性恶性分配之外，西方国家及寡头政治服务的政客还把过度的财政资源浪费在军国主义和发动刑事战争上。法国民众连续第四个周末走上巴黎和其他主要城市的街头，要求经济公正，他们还要求总统马克龙辞职。到目前为止，马克龙对抗议活动一如既往的保持冷漠的沉默，让他的总理爱德华菲利普来安抚这个愤怒的国家。通过阻断交通和燃料供应，法国几乎陷入停顿。法国展示了人民的力量以及为争取自己的权利组织起来时能够取得的成就。马克龙政府已经放弃了提高运输燃料税收的计划，这些礼仪中的价格上涨引发了普通民众的愤怒，他们穿上了如今具有象征意义的黄色背心，因为出于安全原因，法国所有司机都必须在车上穿黄色背心。法国公众表示，薪水将重创他们的生计，让他们难以养家糊口。马克龙声称，新的燃料税是为了筹集政府资金，以支付向更生态可持续的社会过渡。然而，普通市民指出，被他们贬损为富人总统的马克龙 Macron 最近取消了对超级富豪的税收，这些税收本来可以被政府用来资助他正在计划的任何绿色项目。马克龙政府还计划为大企业和公司大幅减税，这再次显示了这位总统和他的部长们的精明优先考虑的问题。戴笠社工致力于让大多数工薪阶层为社会变革买单，而不是让那些能够轻松负担得起的富人阶层买单。此外，法国每年在军事上的开支约为500亿美元，如果这项支出减半，那么就没有必要紧缩开支，也没有必要任意削减公共服务和福利。法国在军事上的挥霍是所有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的典型代表，如果他们削减自己的军国主义，那么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其他国家也将能够削减他们的军事预算。由于西方国家的侵略立场，这些预算是出于防御姿态而维持的。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似乎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可以连着两个重要的方向。马克龙政府已经屈服于对普通公民的厚颜无耻的税收负担，有一种感觉是这位精英总统和他的政府正摇摇欲坠的要继续执政。对法国人民来说，他们的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燃油税的范围，他们质疑整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系，以及为什么他们要忍受几十年的经济剥削和压迫。此外，有迹象表明黄背心运动正在激励其他欧洲国家的公众走上街头，最终让寡头政治体系承担责任。有报道称邻国比利时也发生了类似的团结抗议活动。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各国政府都对这股人民力量的浪潮持谨慎态度。还有一个更不祥更险恶的方向，上周法国防暴警察逮捕了数十名抗议教育改革的高中生，并让他们跪在地上双手抱头，一些学生被迫跪下脸靠着墙。在法国和更远的地方，这一场景吓坏了许多人，它包含了警察国家独裁的行为和法律权利的废除。一些评论人士甚至评论说，被拘留的学生在武装警察面前退缩，看起来就像是在模拟死刑场景。在巴黎计划举行抗议活动之前的这个周末，数百名前往巴黎参加抗议活动的人被警方先发制人逮捕并被拘留。法国当局声称他们是在防止麻烦制造者煽动暴力。尽管许多其他法国公民担心真正发生的是政府开始镇压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民主权利。还记得仅仅几个星期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活动期间，
马克龙总统赞扬前将军菲利普·贝当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时，引起一片哗然。贝当后来成为维希法国的领导人。维希法国在二战期间与德国第三帝国合作，法国政府可耻地充当了法西斯政权的角色，围捕了数以万计的法国公民，并将他们送到纳粹集中营。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反民主的制度，总是有寡头政治、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当经济表现相对良好时，体制就会容忍自由民主的形式。但是，当制度空转时，就会运用更极端的权力来控制不安的群众。西方国家数十年的经济紧缩和大规模贫困表明，资本主义不能再伪装成自由民主。人民对他们的人权感到不安和愤怒是正常的，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工资和公共服务。叛逆的法国人正在激励所有人要求他们的自然权利，并推翻资本主义的不公正。这可能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方向，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所有西方寡头政治国家都是如此。在那里，当权者不管怎样处于保留特权和财富的绝望，又一次走向法西斯主义，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面具似乎正在滑落，露出其背后的野蛮力量。我们似乎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头。评论：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百姓的夸奖，水可载舟，亦能与舟的道理，再次验证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对所有执政党都是一个警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这也是我们党执政权力合法性的最深厚群众基础。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